什么？珍珠奶茶的珍珠竟然是塑胶做的？多吃这种瓜，和癌症说拜拜。全世界疯传的惊人事件，看到这些夸张的标题，您有什么感觉呢？会因为好奇而点进去一探究竟吗？还是已经知道这是毫无意义的农场文？现在我们就带您来理解假新闻的下标题技巧，教您聪明判别。一、文章标题有夸大的声明，像是你不会相信即将发生的事，假的。二、出现奇怪或不寻常的动画，通常都是骗局一场，假的。三、跳出轻松赚钱等文字，绝大部分是诈骗，假的。四、出现不常见的影像，例如疾病、扭曲照等，这是骗点击率，假的。五、常见罐头用语，像是百万人疯传，大家都惊呆了，简直太神了等，一样是假的。这些耸动的标题，就是希望阅读者能点击，点进去后的错误资讯，会造成民众对虚假内容的信任或价值判断错误。因此我们要牢记一看、二停、三想，让夸大的新闻标题不再影响我们的阅听品质。中嘉集团关心您。